OK， 今天我们要来开箱的是怪怪新发售的一个发光器，这是超迷你的一个发光器，它是跟着我们这一把 SSG One 一起发售的，然后它为了能够装载到它的这一个防火帽里面去，所以它的体积有缩小化，应该是讲说缩小非常非常多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来开箱。好，从这边开，里面就像这样子打开来，里面没有任何东西，它没有附转接器啊，也没有附充电线，都没有，它就是一个本体，它连个说明书都没有。不过它的说明书就是写在这边啦、啊、都是英文的，然后价格超贵的哦。好，不管，我们稍微先看一下它的外观，跟其他这些比起来，我们可以发现到它的体积明显小非常非常的多，哦，它的体积你看非常非常小，它外部的用料基本上现在都是用铝合金的了啦，这也是铝的，那这个即使是录制的产品，他们也都是铝合金，铝合金 ，OK， 这是没有问题的，毕竟一个价位这么高的东西，你再用塑胶外壳就说不过去了。然后它后面这是它的 Micro USB 的一个充电头，然后这是逆14牙的，它上面这边它基本上它都有跟你讲说它是怎样的一个标示 ，OK。然后它的开关，这是我这次我比较喜欢的，它是用这种机械式的。那我为什么讲说我很喜欢这种机械式的开关？因为之前这种电子式的开关，你有可能像这样我压一下，好，它现在是开了，那我要把它关掉的话，有的时候到底是怎样是关，到底是怎样是开，可能是没有办法很，没有办法非常非常直觉，就是尤其哦，如果我们又戴了手套怎样，你要去压这个东西其实是不好压的齁。那我这边就直接演示给各位看一下，如果我们戴了手套，那如果你要去针对它这个东西要去做开关，你们看到它非常简单。那如果你要去开关像这个的话，其实讲真的齁，因为我们戴手套的关系，就是你要去压到这个钮其实也是可以压啦，但是你会变得很没有，其实你现在听是可以听到有那咔咔咔的声音，但是你真的在外面的时候你听不到这个声音的，然后你要怎么压你是不太清楚的，包含到它如果像这个按钮这么大，它的灯光目前这灯光是在旁边，那如果像这个灯光是在开关上的话，你看你这样压，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在压什么东西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手指头已经把上面的指示灯给压，因为它其实它是有闪不同的灯号的，你这样是看不到的。那第二个齁，要比较是它的充电的方便性。你一旦是装到枪上面去的话，因为你要充电的话，你就要整个拆下来。对，你要这样子整个拆下来之后，才能去插充电器，这样子去做充电的动作。这是它，我是觉得这个是它比较不好的地方。那其他人呢，如果今天我先装上去我要这样子充电是很好充的，所以我是觉得它这个充电就看怎么取舍啦、哦、那刚刚好的是大家可以做个评比，你不可能这么小的体积还要去塞到这么大颗的电池，所以会变很好玩的事情在什么地方，这种要需要常常充电的设置却把充电变得很难去充电，那这种哦比较不用常常充电的设计却把充电变得比较好充电，然后把开关变得很难弄。我是觉得现在这个大概是唯一没办法解决的，那这个一样它也是维持一贯的传统，但是为什么要把它拿出来讲，好，我这边把它打开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一样打开之后这边一样是它的充电孔， USB 充电孔在这边，好，
那我先，如果今天我要充了哈，我跟你讲一下，你可以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两个 USB 是不是长不一样，这是比较厚，这是有稍微比较薄一点点，来，这个比较厚的哈，看，哇，惨了，我插不下去，因为上方我这边太厚了，我是没办法插的，看到没有，我被挡住了。这样整个是被挡住，是根本不可能去插。那如果你斜着插，可能会把这个 micro USB 的这个槽给弄到坏掉。那我就要去找，说看有没有比较适合的。其实我找到、这个也不太适合。你看，其实这个已经有变比较薄了，还是不适合。所以变成说，你可能去找那种延长型的，哦，那种延长型的。所以，但问题是说，它这里面又没有附，它原厂没有，所以。这个东西要充电我得去找一个那个头非常细小，然后这又是比较长的这种 micro USB 的这个头才帮我充，要不然你可以看一下，这都是歪的，这没办法充，这是没办法充的，你看一下，那这是歪的，这没办法充，然后它这边再加上这边还有一个，这边还有一块橡皮还会卡住，等于是说它的这个充电变得非常非常不方便，我在讲说它充电变得非常不方便。好，那讲完这些之后呢，当然发光器不是在比较外形啊怎么样这些之外，我们要看的是什么，它的发光的亮度还有它的使用的一个情况，接下来我们就是去做试射。 OK A few moments later. OK 好，来我们来测我们今天的这一些发光器啊。好，那我们首先要做测试的是喷火柱。OK， 把灯光关起来后，看一下。哦哟，我不晓得这样拍不拍得出来哈。好，非常非常亮哈。非常非常亮，我远一点点看这个，给，现在把电灯打开了，现在目前这个是喷火柱的部分，我刚才是没有用那个闪光啊，因为喷火柱再如果再加上前面的那个火光的话，变得有一点不公平，所以呢，我就单纯只有开发光器的部分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再换下来，接下来我们换上这个是 Aztec 的 Lighter， 有，好，那我们要把电灯关掉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哦，感觉这个 light 好像真的比较亮哦。好，我开连发，感觉这个 light 有好像比较亮一点点。好。OK， 那接下来呢，就是今天我们的这个主角，好，体积非常小，然后它的开关在正前方，打开，我们试试看，有，好，那我们一样，电灯关掉，我们试试看，哦，稍微有比较暗一点点。但事实上都还可以接受啦，OK， 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三个发光器的部分我们比较完了，然后到时候我们去看影片回放的时候，他们之间的光型的一个比较。 A few moments later.
然后蛋夹一样哈、哦。